等一下吃起来甜甜的，它里面有麦片啊，这些都是很健康的。吉隆坡慈济国际学校幼儿园孩子亲手做饼干，向全校教职及工作人员道感恩。来，我们都用餐具，不要在桌子上有重要的。What are you doing today? I'm eating biscuit. 完成制作及包装后，小娃还要亲自派送。我们要去送我们的爱心哦！新年快乐！新年快乐！恭喜恭喜！请问这个是谁做的呀？我们做的。Happy New Year, same to you. Happy New Year, 恭喜发财！恭喜发财！新年快乐！新年快乐！感恩。年节气氛在感恩声中度过，趁着春节祝福拜年，让孩子学习更加有趣。带新闻李文杰，马来西亚报道。